能想拿个 MVP。还行啊，这边下路多交了技能，挺难出的热气球啊，可惜我没有拿到人头。开眼感觉别闪现就好了，我那个 A 应该是能 A 死的，不过也不好说，可能差那么一丢丢伤害，我平时伤害挺低的。你不吃经验吗？你甘心被一个卡牌压缩经验区吗？龙王有点没梦想啊，不就一张牌吗？不肯吃，到时可别后悔。三个头了，三个头，聊一波吧。回家，搞没必要。我怎么角度啊，右边的同时打断他，这样回的话我能 Q 到兵， Q 也不算，算是白交。我得给他越了吧，死不了，换了也行吧，换了也不亏。直接三速血，玩一波移速跟他。
给我，来换血，没月了。好像有点亏，兄弟。我以为我一张牌他死了的，应该攒个被动的。我没买法强，这一张牌竟然秒杀不掉。还行吧。我以为我一张牌他直接死了。这波直接抓不下吧？他们下路没进化。这位置。可以抓一波，三速鞋你怎么跑？先去、抓一波下。还行，回中吧。哎，你有点猛啊！一拳给他两个头太爽了，我把这 MAT 不保啊。随便上去跟他打了，没什么脾气。又跟你硬换，踩那张牌应该能杀，有的是在我脸上。为什么我们打野等级还没死多高啊？杀不了吗？不是太久没回家了吗？你的澳门归我。坏了，这要被换啊！换有点亏。哎，我刚急了，刚我不该急的，应该先推线，慢慢别让他回家，然后先探死个位置，然后找机会直接大刀飞他脚下就好了。这波有点急了。别眨眼！看你等级没死个高，我是没想到的。一切尽在卡牌中。
啊，龙王出三速鞋效果很好的，可以随便风筝塔，而且他会出冰罩，他的 E 跟冰罩减速太恶心了，有个三速鞋很爽。破杀破杀，打不了吗？不打三也打不了吗？哎呦，没战斗力啊！下路为什么被打成这样啊？62个刀，我第一时间四打三包过来的，但是还是打不过，我直接给卖了，我应该走了，不该再过去了。与我无缘了，从现在开始一次不死吧，我要换打法了，我打法太凶了。下路还帮都帮不了，我去帮他们抓能杀吗？下路没有战斗力，我感觉。但是这种位置不抓也不好。我可以晕他，我晕他，我移速很快。炸死一个！你猜吧，我去上轮，我有大的，我去溜着拉出去了。上眼数据都有点好，我现在一次不能再死了，再死 MVP 真的不好抢了，我现在一次不死的话还是能抢的。十二级压着龙王三级，这个挺近的吧？他没疾跑，不是很怕，得溜他，速很快的。我不在，感觉队友打不过，打过了。别换了，大嘴吃了挺多头的。对面下路是会玩的，就把这个大嘴露露是个问题，打到后期不好打。对面全是后期很变态的英雄，大嘴、死哥加龙王。我先把中医塔拆了吧，然后等大招看你追下路，再中塔。
Enemy double kill. 跑不了，我一次巨快，你能跑今天？坏了，这还真给他跑了。哎呦，我好烦，兄弟！我吃了一个球，我不敢再过去了。 一口痰，吐死了！哎呀，好烦啊！这波死个没杀掉，失误了。我再过去吃个 Q， 我怕大把我打死，我不敢过去了。但没事，还好，问题不大啊。这把火炮节奏会很快，我发育很好的，我马上13级了，我等级压制。 很夸张，那这把死的多了一点。我是不太想死的，结果还是死了。我操，还没杀掉这四个。火炮出来随便玩。火炮准备发射。 今天这个下路装备有点好，我这又进化了，哦，有干锅了，看上去不错，不太好飞对面的下路，顺便几把火炮打出。 回家补火炮，游戏结束了，以后别打了。我要搞个女妖，我的天真，我这死个都大啊！看你怎么跑这来了。 哇，没那么好赢的，对面阵容有点后期有点猛，得靠运营带线牵制，打架真的没那么好打。 伤，怎么这么多人啊？
别的不要。船长数据有点好啊，这船长。很有精神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An ally has been slain.先去这是一个导弹，导弹不好打的，我死完了。哦，没有没有这样。Enemy triple kill。被迷住了，我可以。应该没了，我猜一会吧。我继续。一会儿来看一眼吧。急了，是吧？得靠在线了，打团是打不了的，因为我们下路没用了，少两个人。这些是零作用的。AD 这装备完全是废的，这把少个人的。少个人很难做。就签字，我一波走马回去。干锅没了，这波回来可以打的，没干锅了，我已经做他很难操作了。得慢点，我们两个伤害不够的，他等队友过来。对对对对对，后面还有一个，他没闪了，随便救我。
这个是纯玩具的，没想到要零幺七饿了，再杀他两次。 下路带线去了，你还敢来抓我？ 哎，这位置得小心，我们得准备去大龙，他们可能来抓我，抓我直接飞走。 看一下视野，我能秒掉吗？好像能秒掉，秒掉 ，OK， 过不来，拉走就行，就拉扯对面，对面很急啊！别硬打，别硬打，就玩拉扯，拿线断了，没事，我爆死一个，拿线断了，杀了也推不了塔，线断了转下路。 反正这时候拆个塔，凯隐看我，凯隐就他一个人，来来来来来，他落单了，他落单了，我晕住，你接一套他 boss。晕住了，他死了，漂亮。反推一路，这波能推两路啊，这两人没用的，三个 C 全死了。好像一波了。 游戏结束了，起码两个塔拆了，不过应该不好一波。两个塔拆了，等会大刀飞过来，他们玩不了了。这波要是拦不住，不拦不住了。
的出来，来个大帽吧，再来一波药。这波飞过去结束了，我只能说，直接飞的话，可以看这个死哥有没有落单，死哥好像落单了。先抓他，对呀，拿龙魂吧，我伤害有点低啊，我感觉我一张黄牌一个 Q 他应该直接死了的，感觉直接死的，他没魔抗的，我这个装备竟然一套打不死他，我有点没想到了，我都卖鞋换帽子了。没鞋还是真的慢了很多。虽然我四百多也还行这个移速，但是我刚才移速是非一般的移速，现在有点亏了。我想把鞋换回来了，我操，没鞋突然感觉变乌龟了。他们出不来的，没事，上路慢慢压吧。不然我这波直接飞过去偷家吧，稳一手的话。开大吓对面，对面不敢出来，对面不敢出来，我不飞，我不飞，怎么说？先让对面白给，去上路。0173，0173，这都没0172，但是也差不多了。没移速。不到人了，对面还是没那么好推的，说实话，对面这几个守在家里还真挺猛的。但是我慢慢磨个三路，拿个大龙是最稳。一个打一个，直接秒一个，我慢慢破口就行了。对面很急的，我一张牌，对面就得死一个人，要么就交一个水银。结束吧，结束啊！觉得主播玩的不错的，没点订阅的兄弟可以点播右上角的订阅啊！V86免费火粮的可以送一下免费的火粮，这把 MVP 包是我的，我都不用看，这把 MVP 绝对是我的，好吧？